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 GIB 力，是一款打僵尸的射击游戏哦。那我看这个游戏画面呢，它的打击感觉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又有中文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来玩看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了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有多人连线哦，据说最多好像四个人吧。那我们就来先玩单机好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好分非常简单、普通、难哦。那我们玩普通就好了。看一下左边有写，较少敌人，较少敌人掉落硬币；较多敌人，较多敌人掉落硬币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先普通啦。哦，他这个角色可以自己刻字画，发型可以哦。哦，有没有个长得比较像我的发型跟脸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好，随便就这个好了。哦，衣服哦，衣服就这样吧。我还可以选女性哎、欸，还有。哦，开始了。左键是射击，右键乱动是 P。空白键闪避，好的，我还没有跑步之类的、哦。使用防僵尸意识可以防止随机遇到僵尸，好的，就直接往这边走是不是？没事哎，哦，开始了，哦，僵尸来了，哎，我这子弹是不是不用装填啊？射好射满的那一种是不是？而且他这个射下去不会直接死掉，他断肢哎，这么酷哦、喔！哇，到底有几只啊？射得我手好酸哦、喔！这是让来破坏你的左键用的游戏吗？破坏你左键用的游戏是不是？结束。对对对对对，结束。哎呦！然后结束完之后可以继续往前走。哦，原来这个是踩地图制的 F。哇，这么酷啊！哎呦，我自己也着火，靠呗！干我着火了，哇，烧死你们！还自己不能踩到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这什么东西？苏格兰帽，刚没仔细看什么功能。哇，看修起来哦，修起来哦，呜 ，nice， 哇，这什么？钱，给我更多的钱 ，give me money，see ne， 哎呦，吓一跳，这突然卡住，哦，枪。怎么长一样啊？行，所以说这个遇敌方是有点像神奇宝贝啊，走一走会突然遇到奇袭。有没有看又遇到了靠腰？哇，僵尸机！僵尸机是哪招啊 ？Oh my god！ 哇，行哦，这可以哦。哇，真的就好爽哦。哇，也太爽了吧！Oh my god！ 松快，我捡，快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？左键破坏者，哎、欸，那个鸡冲过来，我会被炸、啊，它会让我爆炸。Oh my god！ 看似小品僵尸游戏，但是他妈不简单呢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挂掉了。是什么？手枪伤害提高。那我刚刚这是什么？所有治疗加 5%。我现在拿到是散弹枪，然后好像不能切换武器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手枪伤害提高，我算就这个好了。捡一下钱。睡，走。你看商店，哇，这还有技能树哦！哇，这款游戏这么赞哦。生命加一，乱斗这是右键嘛？我都忘记用乱斗了、欸。一个新的迷你游戏，现在有机会出现在世界地图上。
我有72块钱，帽子增大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帽子增大是什么意思，强化吧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有写，我、哦、靠，找到300块，没有钱，我急呢。先来这里任务的，哇，直接给你 boss 了。哇，你看他的血，那绿色血太多了吧，我天哪、啊！哇，干什么东西？他干嘛？还不见来？哇哇哇哇哇！吐了一堆蝙蝠出来，能干什么东西？死内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他没用啊！哇，我好帅哦！侧躺还可以射击，西部牛仔哦！他又在召唤呢 ！Oh my god！ 吐吐吐吐吐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行哦！他砍到我了。哦，被砍到了，又来了，赶快装，赶快装！结束，死呢？死呢？他就只会这招而已吗？啊！结束。血他妈超多。是我错觉吗？他招的蝙蝠比之前还要多欸，我靠我靠，真的比之前还要多，而且一起攻击，林北要死了，他动作变超快啦！啊 ！No！ 哇，我有120块嘞，是什么？啊，神弩。哦，这一把比我那把好多嘞、欸！我可以用这把来打 BOSS 吗？这个会不会沿用啊？欸，会耶、啊，会沿用欸，那就拿这把来打就好啦，不要浪费了。哦，怎么有狼人？欸，没有，不会沿用，那把金色武器不会沿用。我靠，狼人 K 笑 ！Oh my god， 救我！哦，狼哥哥救我！别换这一把，这是哪里的啊？哎，换小枪，换了这一把了。滴滴滴滴，完了，我快死了，各位，哥又要去了。哦，有这把有什么屁用？看一下啊、哦，我现在有189块钱了，增加步枪的发力，增加发力是什么意思啊？距离吗？穿透力、装填速度、步枪装填速度、跳舞治疗、快速来回移动，将治疗你仅适用于战斗的前10秒，直到你完全痊愈。移动速度增加，寻找木箱有机会找到更大的。难选欸，这个，欸，怎么没有遇到敌人？哎呦，哦，新的哦，哇、哦，比较不一样哦，在装填慢哦，装太慢了吧？
C 呢？好爽，好爽，爽哥！赚，顺便刷一些装备也好啦，真的，顺便刷一些装备也好。你现在已经足够的钱买舞蹈治疗加乱斗了。舞蹈治疗到底要不要啊？所有乱斗武器都会造成更多的伤害。舞蹈乱斗好了啦，虽然我不知道怎么用，快速来回移动。这样治疗你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可以补血哦 ！Oh my god， 还有这招哦，死给！有这个补血超好用的啊！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稳过了，我觉得可以稳过那一关了啦。我靠！我靠！铁锹，妈敲死你们这小王八蛋 ！Good good good， 我等下会自己补血，没差。死你！哦，这边要补血了，妈敲死你们 ！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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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我超硬！你看我铁水管，你补血？不行，那只能前十秒。他我终于知道他的意思了。他的前十秒有没有？就是开始战斗之前的前十秒。没关系，继续弄。来吧，我们来升一下这一个。好，感觉是一次可以射三发，是不是？来气矿嘛，有哉。打王了啦！哦，这个伤害不行，还是用这个东西射、啊。喂，喂，下雨，喂，下雨，林北现在就要赢，来，去死他！等一下，他怎么带头？照理来讲，不是他应该在旁边发呆吗？他怎么一起啊？这不太对吧？哪有人这样子的、啊？他不是应该先等蝙蝠打完才会出现吗？连续招第二批啊、哦！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我刚刚把血量打到那边去了，是不是？干将太慢了，妈不管，先消你的血，管你三七二十一。管你三七二十一，妈的就是要杀了你！这次感觉有机会哦，感觉有、哦，妈去死吧！我觉得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，有机会，他现在剩一条血了。我还有四格，三格，三格半，尽快清掉这些蝙蝠，可以的，行，有机会，那你这样也弄得到我，天哪，死吧！啦！哇，这边的蝙蝠这次变得更多了。完了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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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超生气的、欸，是在气什么东西？完了，我要死了 ！Yeah！Yeah！ 哦，直接这样劈掉、哦。哇，加一条命，好爽哦！哇，
哇，好爽啊！大爆射！哇，送一把武器。哎呦，这把菜刀超不灵不灵亮的，屌哦！哇，终于赢了！天哪、啊！哇，现在可以买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先用这个好了啦，装填速度，单发步枪射击穿透。啊，先选这个好了。往回走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好呗。哈哈哈！这什么鬼游戏啊？呜吼！顺便可以赚钱呢、欸，这样子。所以说我到底是要吃钱呢，还是什么？完全看妹哦。呜呼，吃钱哦！呜呼，哇，撞那个会受伤啊！呜呼，呜呼，会那种快速的加速，如果有那个踏板跳起来的话，会有很快的加速感。快过关了，赚钱用的小游戏。结算可以啦，可怜的僵尸，白痴游戏。好，有了，这边可以过了，非常好。524块钱，当然是升这个，这样说。死哥，那可以回来这个地方准备一下，大大增加迷你游戏的机会，使某个大老板复活再次击败哦，就是那个啦，我懂。可抛式简易炸弹，好的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哦。个人觉得这款游戏不错，而且可以多人连线，可以让朋友一起共享乐趣。不知道可不可以伤害队友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这就变成一个破坏友情的游戏哦，真的。好吧，今天影片先算到这里啊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这款游戏再继续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